人说那把刀，我能买那只幺幺幺幺幺幺，这个不灵，我是我拿钱了，我问你，这个不给我了，是不？我这个不就是没呀？一直崩啊！你妈的，搞的弄啊！但的 problem is this， 我看中我给你几张脸，那代表么来意思？我管不管不？我不能断，这怎么能够断？那他不听土地？我说我另外干哪个？你妈哪得看？嗯？哪个人？妈那一没管，一切归你妈哪得？我没事还不理我，你不理别人我说，我那干弄啥？你没事吧？干吧干吧干！我那不是也给个姐夫玩弄啊？你妈你也能别干嘛嘛？你那米呀那我是真的嘛呢？我们这刚买起土地没那钱买过，我管你没管哪得嘛嘛？妈你管你没给？你妈那包袱嘛那土地，你没事管我地下那生？你莫说过路过个，一起我那玩意就是没钱来办的，我跟他妹妹看钱没多少，没钱。